Hello， 各位亲爱的火把仙儿和新朋友平安，我是你的主播孙翔。先祝福大家在这个劳动节的连假得到充足的休息和放松，充饱电，迎接下一周的挑战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看本周的 Touch News。因为顺服而蒙福，活出神给你的生命意向，而让自己得到满足。使命意向营帮助你发掘神给你的人生方向，锻炼自己的属灵肌肉，实现意向，成为神国的精兵。使命意向营的时间是5月22号星期六早上10点半到下午5点，地点在教会 B201 教室，报名费用500元，请注意一定要是教会案例的领袖才能参加。大手拉小手，一起懂之懂，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夏天，拒绝当沙发马铃薯，穿上运动服，共同创造属于你们的专属回忆。亲子运动会邀请家中有0到12岁孩子的火把家庭一同参与，时间是6月26号星期六的早上9点到中午12点，地点在大龙国小，报名直到5月23。除了亲子运动会，家有青少年以及儿童品格的课程也在热烈报名中，5月7号额满为止，欢迎爸妈和孩子们一同来上课。不知道火把家人们还记不记得去年新央基金会报告了十爱银行计划，他们在上个月已经装修完成，开始试营运哦。5月15、16号新酿特别主日，特别用轻松的方式开箱新酿在大同区的新计划。永成牧师也会在讲道当中分享吃比受更为有福的人生价值，让我们一起期待。最后提醒领袖们，星期四就是异象之夜，记得来参加。另外提醒火把家人们，下周就是母亲节特别主日了，鼓励你带着妈妈一同来沐浴在神的爱当中，这是最棒的礼物。以上就是本周的报告事项，祝福大家在连假之后活出蒙恩又精彩的生活。 Touch News， 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